因为受惠于活动策略奏效，传奇十月份的营收达到1.52亿元，创下了单月营收历史次高的纪录。展望后市，传奇表示呢，各国的代理商已经陆续的在跟公司洽谈授权的事情，而且除了日本子公司维持稳定成长之外，台湾的各款游戏也会推出相关的改版活动，期待能够持续提升整体获利。